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来到密室的时候呢，竟然发现了迪迦奥特曼啊！哎，奇怪了，难道这个迪迦奥特曼也来到密室门口打怪兽吗？但是呢，这个迪迦奥特曼为什么不敢进去呢？你看啊，他一直站在外面啊，他还拿着一把枪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迪迦吧。哎，迪迦，为什么不敢进去呢？哇、原来是密室里面呢有非常多外星人啊！啊，连这个迪迦奥特曼也比较害怕呀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个迪迦连个外星人也害怕吗？要不现在呢，我们拿着枪进去看一下怎么样？哇，果然有外星人，看到没？你看，把它给消灭掉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外星人啊，能让这个迪迦奥特曼都这么害怕啊，厉害了！嘘，我们还是要声音小一点。你看，哦呦，果然很多。你看，它会喷这个火焰，对不对？好，已经消灭了有四个了啊！哎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它要朝我喷火了。当我们被这个外星人的火焰烧到的话，就很麻烦了，因为它的这个火啊，杀伤力真的是非常强啊！哎呦，走！你看，这里还藏着一个，看到没？没了吧？按道理来说，这个迪迦奥特曼可以进来打的，对不对？没了，你看啊，全部呢都消灭完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呢可以去叫这个迪迦奥特曼来密室里了。他真的是太胆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小坤，拜拜。